日前，街舞四队长白头造型释出，王一博身着精致印花衬衫，于舞台之上尽情挥洒酷爆风采，用毛绒耳朵传递音乐节奏，誓要掀起舞台狂潮。照片中，王一博身穿浅色花衬衫，不按常规出牌的抽象图案，具有复古个性的气息，穿出满满的高级感，也衬托的肤色特别白皙，青春气息扑面而来。将衬衫敞开穿，打造出一种潇洒随性的风格，内搭了白色的 T 恤，圆形的领口带有随意柔和的味道，舒适又有型。字母印花点缀增加时尚感的同时，又打破了白色带来的单调感。下身选择了黑色的长裤，宽松的版型舒适又随性。王一博戴了一顶黑色的棒球帽，整体造型活力满满。酷盖波波总是不走寻常路，在可爱中也要选择那么一点酷的酷。哈士奇帽子真的是有那么一丢丢霸气，沉浸在舞蹈世界里的一博真是无时无刻不在散发魅力，那份勇者无畏的精神，还有那满腔的赤诚热爱，都是他圈粉的原因。更多时尚资讯，欢迎订阅时尚风向标。